大家好，我是李家乐九龙豪宅的 Tommy。 今天带大家上到位于何文田的传统豪宅地段何文田山，为大家介绍由新鸿基发展的何文田山道一号。屋苑位于何文田山上，环境清幽，黄中带静。而何文田山呢，其实都很近市区的，所以出入都很方便的。而家就带大家去睇下个单位。今日同大家睇嘅系何文田山道一号低层嘅 C 单位，实用面积1006尺，三房一套嘅间隔，连埋一个多用途嘅套房。单位咧用咗横厅嘅设计，无论系客厅啦，亦或饭厅咧，都系光线十足嘅。而露台嘅景观开扬，远望咧系另一个豪宅区科打路道山，近望咧。就是屋苑的游泳池了。主人房方面呢，业主就做了少少的改动，就自己建了一个小小的衣帽间出来，就用来收纳和作为更衣之用的。全屋的装修都很企理的，那买家其实都不需要特别大执。厨房的厨具业主都用了一些名牌子的，例如是居近炉。如果大家对我刚才介绍的单位有兴趣的话，或者有其他关于物业的问题，都可以随时欢迎打给我的。我电话是9202-3557，或者 WhatsApp 我都可以的。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